我看看，最后的这包盐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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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在试试啊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，超有力！很咸嘞喂，很咸啊！找东西吃啊，填饱这里。吃什么？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吃的话就我是还没有想到啦，不过我已经不加药了，所以坐我的车去啦。OK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那个三角标啊。Pendrive 是吗？Pendrive 啦，讲讲啦，中国买淘宝的啦，这个9.9包邮。不过你要看出来，最近就是那个武汉的那个哪过来的？我真想讲吧。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比较大的问题是不懂我的车 fit 不 fit 得进你啊。不用，我们去试看就知道了。OK 啊，来这边走，走啊，走。Hello， 车不是这样架的，你这样子啊，在折磨我的车嘞。下来，下来啦，给我架，你这样子，那 steering 顶住你这样架。走。架都架不到啊。不能呗。出来。什么鬼哟？哇，哎，上下车要移 steering 啊！我第一次看到，哎，真的。我一看他上下车霸 steering 啊！走。分配座位了啊！这个很瘦啊，坐后面。不用量，坐前面。这个也是瘦了，坐后面。这个是我期待很久了的啊。嘿嘿，不爱。喂！我要量。掼蛋什么好吃？什么好吃？什么都好吃啊！最怀念的味道，怀念的味道。我妈煮的饭。没有，除了这个，这样如果你朋友去掼蛋，你介绍什么啊？带他去吃什么东西？好像他讲啊，也会带他去吃烧鱼啦，什么卤骨茶，什么掼蛋面。咖喱面啊！掼蛋咖喱面。今天呢，我带你去吃一个更不错的拉萨。咖喱面其实就是拉萨是吧？你们这边？对吧？好像我们新山也是嘛，咖喱面就是拉萨啦。我们咖喱面就是拉萨。可是如果你去到北马嘞，他们又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啊！他们的见面都不同啊。对，一个黑一个白呀。到底去哪里吃东西啊？烧焦这样多，到底是去观察的去观察？好多讲去 JB 哦，我带你们啊，没有啦，太远了 JB。我带你们去吃的就是，又是那种苏巴，你看，没有人家苏巴家这样慢的啦。哎，真的很小量啊，比86爽，比86还要短。它的六百才2400多，2400多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嘛？就跟沙嘎没有差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女生看到这辆车是什么感觉？这种 L50 啊，这种还是你不回本，你只会看这个 logo。没看 logo。哇，那边就是你看到粉丝面前，你会觉得哇吗？那是哇，有那种哇的感觉吗 ？Perfect， 啊，对吗？不错了，有的做就好了。哦，不会有那种。综艺效果啊！哇，马西里，那可能你觉得男生要驾什么车才会你觉得吸引这个人？不要讲吸引啦，讲他是成熟稳重的。哦，他不是 play 那种人的。不要两个门，不要两个门。如果你讲稳重的话，肯定是家庭式好吗？家庭式就是四个门了。我的车5个门。哎，如果是1250两门版呢？啊？这个。1250两门版，你 BN 跟 BMW 跟 Mercedes 选哪一个？ Mercedes， 你是女生？Toyota Honda Nissan， 选一个，选一个，一定要选一个吧？我选 Honda。哎，为什么我看到死人般的路牌的？因为这条路是南下，这条路是南下啊！好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你到底要去哪里？到底要带我们去哪？你不要带我们去麦当劳。为什么吃一个早餐就吃到那个远去？因为那边有好料，真的。好料，你们不要问这样多，我真的带你们去吃，你们就懂了。不要骗我们哦，不好吃我们就要吃。哦，那你厉害唱歌吗？不叫你唱歌，走来听一下喽。刚刚有一个这样的 drop， 你们坐后面有感觉？没有感觉啊。我刚刚看到的时候，我还想有料，这样靠近啊，毕竟还是毛利林。然后一下去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，哎，舒服的，是舒服的 ，OK 的嘞。因为我通常5个人啊，坐满啊一辆车，刚刚那样的 drop 哦，
都是啊，一生啊，那香蕉叶直接磨了。这三个还好，是不是？听见有什么歌了？哎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很慢？其实我一路在超速哎，112哎，哦，是超了啦。可是我自己真的，我的体感啊，体感，我真的觉得我这样慢。12 seconds later， 因为爱情，唱女音，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，不会唱，我觉得这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一，二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对啊。好像我们要到了哎！耶，就是终于了。OK 了，就是这间啦，这间就是刚才跟你们讲的哦，姨婆啊，老鼠粉，老鼠粉是我懂的是这间啦，我来到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五间分店，还有分店的，还有分店，没有不中也是，不中也是有吗？然后芙蓉，我看芙蓉这边，外面就还有另外一间。如果你懂，你要跟他讲，我们要特地来到这里。我不懂，这个是老店来的啊，多少年了？啊，这个是差不多百年老店了，差不多，差几多？差30年这样。OK， 所以我刚听到你讲有个老鼠粉的故事要讲一下。这个是我道听途说的啦，梦准不准啊？我是一个怡保的朋友跟我讲，他讲以前这个老鼠粉是叫赖粉，赖粉啊，赖粉，对，然后因为卖到很好啊，他的同行就眼红了，不爽嘛，不爽，然后就去他的工厂下老鼠药。OK， 然后就好像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OK， 然后呢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吃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叫他老鼠粉，老鼠粉，老鼠粉。这个是传说来的，我不知道是都市传说还是真的发生啊。然后可能，对，你刚讲是怡保哦，啊，我怡保的朋友跟我讲的，哦，怡保跟你讲，跟你讲，反正我的听是那个老板讲，这一边是那鲁西班是这一边开始的，我不知道了，懂是哪里开始了，所以我们管他哪里开始，知道是哪里开始吗？不知道，没有。如果观众们如果知道哪里开始的话，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老鼠粉的故事。啊、对，刚刚那一个是准还是不准，我也不懂啦。可以留言。讲太多了，很饿了。我先走了。早就做好了。对。那边没有冷气啊？哇，冷气干嘛？我坐这边啊，这个视线很好啊，因为啊，我转过去就是口令，转过来就是他又可以看到我，我又可以看到他，这样。你觉得我想看你？完美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吗？老板要介绍是不是？老板，老板。没有钱。啊，来，有什么？我还是老鼠粉哦。老鼠粉，来个2碗先上我那。这个，哎，做那个猪油抓这么多了，没有，他看到肥仔来，他才有给的。这个先给他的，是我的没有。哎，这边还有其他的是没有。啊？OK， 然后这一个是什么？刚才老板讲的吗？自制的辣椒啊？他自己做的辣椒。他自己做的辣椒。Homemade。嗯。Homemade。很呛哎。很呛。呛不呛？这个什么东西？火番。叫什么东西？都是。叫麻辣。你叫麻辣，你叫麻辣板面 ，OK， 有没有叫他麻辣板面？麻辣板面小姐，是楼主吧？叫麻辣板面。好，叫我。阿燕，阿燕南哥。要不要脸？我这个是老鼠粉，你看这个人家松松，可以给你吃了，松松吃这样大碗，我可以吃2碗。松松吃这样大碗，开玩笑。松松吃这样大碗。我们要吃，等一下要吃 next round 了嘞。松松吃这样大碗。美食节目的表情来。我还没有吃哈，好了，现在来，对哦，哇，好香哎，美食节目，嗯，哎，好激动哦，美食节目，嗯，那个味道，融了，喂，这太变态了，你们不会美食节目的，
我已经要开了一个新的系列是做美食的了，美食节目是要这样拍的。啊，好运难缠是不是？老板。哇！好运。哇，只有他是跟我们最不一样的呢。对啊，因为我够辣，是我这个旁的。现在我们看王北表演。在海烧。有没有？有没有美食节目的那种？吃到很香，要不要试一下？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没有试，等他冷一点先尝一次好不好？啊，怎么了？好吃吗 ？OK 吗？啊 ，OK 吗 ？OK 啊？啊，来，这个买单啊。呢个系边个嚟噶？我二婆。啊，你嘅二婆嚟嘅？啊，真人嚟嘅。都可以开始呢个二婆路试婚。我阿爷开始。你阿爷开始。我阿爷教佢，佢教我。你阿爷几多年开始啊？1948年。1948年啦，1948年就开始了。而家我教我仔咯。而家你教你仔。我仔仲大啦。有外钱咯。我冇啦，冇外钱，冇外钱。自己仔啦，我哋啲仔都咩嚟噶啦。哇！我妈的，好好吃啊！妈的，我们这根本有烧包，我们去买烧包吃。前面吧，前面有烧包。嗯，这个不懂说你是烧包啊？我不是讲我是烧包，我是讲前面有烧包。前面有烧包。芙蓉就是烧包啊，是、欸、这里的烧包哦、啊，跟你们一般认知的烧包是不一样的。看它的形状，有这样子的，那个里面的馅料多到爆出来的。这还是烧包 ，Hello。有啦，我是讲他卖的东西吗？还有那个蛋挞。烧包，你看旁边现出炉的。啊，这边在烤着，现出炉的烧包，跟阿豪一样烧。Oh yeah. 啊，来，老板要买烧包吗？啊，啊！来这边，我们有很出名、正宗的烧包来的。来介绍一下，还有一个我要介绍给你的小鸡蛋糕。小鸡蛋糕，小鸡蛋糕。我还以为这个东西要逼掉了。小鸡蛋逼。看一下什么特别？它现在现烤制作的，新鲜味。哇。哎，那个就是鸡蛋糕是吗？小鸡蛋糕，不像，好像是啊。我问一下我的时间线。你太久没来选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酱特意的。这是黄梨饼，这个也是出名的。黄梨饼。啊。我是自己做的馅来的。自己做的黄梨馅。啊，对。它是一丝一丝的是吧？啊，一丝一丝的。哦。可以拿，可以一盒多少粒哦？好 ，thank you 啊。红炭两粒咯，几个派？几个派？你那新疆不选了，想多人？鸡派哦。啊？鸡派？鸡派啊！你要热弄热它吗？现在还不是很热啊。哦，可以弄热，可以弄热就更好了。哎，老板娘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比较难答一点点的。他的肚子可以放多少个小鸡蛋糕？小鸡蛋糕。如果他的吃的量数大的话，我看两包三包没有问题。两包三包。里面的一包是你们是十五粒大的，可以。如果你喜欢吃的刚刚出炉，稍微等一下有20分钟就有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吃。一个是你可以吃两包，最少。一包有多少粒哦？十五粒。十五粒啊！现在小粒大了。哦，十五粒，跟你的一样的小粒。没有，跟你弄的汤。啊，可以弄的汤。OK， 马可丽，你看到哪一个是你最想吃的？全部都想吃一下。全部都想吃哦。对。可是我有点饱了。每次都是这样跟所有男生讲的。哈哈哈。现在就是中国版的 Ferrero Rocher， 超脆的。你要吃吗？没有。平时还拿一盘。我来预测一个是反到我。说啊，你们哼的妹妹，你们哼这种歌的吗？下一站，下一站，回来。我讲到这里哦。OK， 这边有一间好料的东西。几好料是拉萨来的。几辣先？它不是很辣，但是吃了会很爽，所以叫拉萨。对，所以。
所以现在我们走过去，从刚才我们吃东西的地方不远而已。啊，好聊了，这些啊，我吃了一个真的，没有了，这种东西一定好吃。不要开玩笑，它是有点路边这样的。哦，那个啊，我是隐藏式啊，隐藏式那种 hidden hidden bar 的，最近很红啊。hidden bar 啊，但是我们就 hidden 拉沙。这么久了，所以我没有去 bar 了。啊你去的是那个蓝色的，是 blue bar。把自己滑到底跳。我们到了主街了，上来看一下。好，老板，你们要吃什么吗？这边是九记拉沙。What？ 哦，啊，这样。刚才你不是在那边卖那个什么吗？是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四周一跑啊。啊，所以这整区都是你的意思啊？真的，真的。啊，那 Monopoly， 他有平台啦，还有平台。我们跑 sales 吗？都是这样子的吗？那不得了，我就有一个印象，好像之前有洗车啊什么。没有啦，钱不行，行情不好，全部都做一点做一点。那好介绍。已经是第三代了的，从婆婆到少世代的老板娘，老板娘传给他的孩子。OK。真的，对，是九记拉萨铃木街。Okay. 啊，来，我们试看这个拉萨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没有，就拉萨。老板，你可以讲什么？三代啊？三代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对了的。啊 ？OK。拉萨大了小了？你是第几代？啊？是第几代？没有。先给手机吃些，我知道了。就是黄梨，就是两个。这个病，什么感觉？那你还有我当超跑？看那个，什么？什么表情？什么样？就是什么？单着的。看，它解开了，又多一个 achievement 嘛，unlock 掉。怎么了？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。你有试过这个？你是？非常不一样，它是凤梨加凉粉，真的是没有试过。对，只是你有试过了，没有试过，那个感觉你都没有，没有过这个 Q 啊。有啊，我当然没有喝过这个。你这是有好像解开了，好像没有试过啊，就unlock多一个新的东西，unlock多一个新的知识。unlock没有喝过的东西。成就达成，哎，很 OK， 很清凉哎，这种是很清凉，而且这种天气喝还完美。烤肉，这个肉丸肯定不是那种买很硬的，因为那味道应该是自己打的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它里面你咬得到那个肉丝。如果各位你们来吃的时候，那边太多人，可以吃这边。那边太多人，也可以去那边。你就去。真的很满，难拿的。那是拉萨的那个汤的口味，拉萨的汤口味。口味。我也吃槟榔色，已经三代了。嗯，所以跟你讲，这种三代拉萨，它最里面给的地方就是它有三代的味道。喝了这包野水，野水。You serious？ 在那么热的天气，喝了包野水，爽不爽？爽不爽？你在一直讲野水，我一直讲野水，我别动。你怎么鬼？这种天气喝甘蔗水就最爽了。安哥，这个有加水的吗？还是就是搅出来就是这样了？纯的，纯的是啊，这很好喝哎，很纯的，很甜。来，慰劳一下摄影师，好喝吗？来，点点头。老板说来了几包，好喝哦，来了几包，我有两。安哥，我们有两包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加浪。龙龙 Sunny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我们的壁画啦，和一些特别的建筑物或者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啊。这边叫做mining 的，就是很多挖矽矿的地方。然后你看这边放孔鱼的等，虽然是不是很环保，但是还是可以用的。而且放了你也不会变成诸葛亮。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在这边。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了，没有录了、啊，没有，我们还有一个前面有一个麦前多，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OK， 来一首。对，这个就是整个 Instagram 他们打卡的地方，打卡的地方，好像槟城的话有很多这种地方啊，让你去那个阁里面拿东西啊，找那个小孩子啊。Just Town， 人家骑脚车啊。对，所以在石人半也是有很多这种地方，可以看到。这个叫石人半套。石人半套里面啊，嗯，加兰。Lorong Seni， Lorong Seni。Oh yeah！ 我们的罗家。对了，那个罗家不懂几时来，虽然又上又下，上山下海，终于来到一间清新的店。这个叫什么 ？Haji Sharif General。就是吃煎肉的，整间都是清蒸。我们专门来这边就是吃煎肉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还有肉酱，对，也算是很容易找啊。如果你懂这个石人半这边的这个地区啊，警察局总部啊，警察局总部就在附近吧？对，就在前面。这个是警察的妈妈做工的地方。对，伊布布加班，对，很懂哎。警察的妈妈的办公室，对，警察妈妈办公室。然后你在这边转圈圈呢，你看到一间清清色的啊，角头间就是了。就是了。在大马彩隔壁啊。对。哎，大马彩。大马彩。要进。好了，再来了啊！哦，谢谢老板。对，今天我们真的是去超多地方吃很多东西，这个是最后一站了吗？最后一站了。没有，还有，还要去吃冰，还要吃冰啊！冰啊，好。这个甜品应该是可以吃下。对啊，你剩有两个胃嘛？哦，是有一点辣的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嗯，想象是甜甜的哈。看起来不会很辣。你是厉害吃辣的，所以可能你不觉得辣。这位小姐姐刚才又吃麻辣，然后又再加辣，加辣椒。的确是不辣。你九几年了？谢谢林仔，试看看啊。不甜，而且有碳烤味。嗯，不甜。切都吃了是不腻，因为它不甜了。对，不像那些很多糖了。哎，这么我们这碗没有料的，是我送了。你的有红豆。对，我们有红豆。我都没有红豆啊，红豆，红豆就会想到王菲。你要唱歌吗？好 ，Here we go again。走吧，过了很久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换了两个都梦碎几眼了那个。等下我不懂啊，里面有饭的。我们都没有。这个只会是酱油饭哦。我都没有啊。多料的。我都没有。我以为只是红豆跟剩下的。我的是加工，我的是加工跟那一个。我的是很单纯的红豆跟这个清新的。最基本的节奏，基本款，这一口就甜了，这一口就有甜到，有韩国水果进去啊，一包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. 那好，不用怕了，这个鼻子出来过后我会听的，我看一下。Oh, hell no.没有回家跟我老婆讲，好不好 ？It's a friend, it's a friend, it's a friend。可是这煎肉真的是不会甜，我觉得它。问你，你输了。想休息，哎，找我掉。找错了，找我掉。你负责了，这个东西我们不用管的吗？你比较厉害啊，负责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跟着你走吧。你罢了，他们是他们。所以啊，我什么三度比我？多一点他就来了，他的 engine 他的压箱油门的那一个配合很好。第一要讲啊，肯定是 suspension， 这个软很多，这一两个舒服很多。还有一个要讲就是
它改良了，就是这个 safety belt 啊，你到前一代啊，每一个 safety belt 的旁边那个布一定是破，磨到啊，会磨到了，一定是破。它这一代现在就改良两辆车，但是它变成 fixed 的，可以调啊，不可调高低了，几样东西咯，还有就是座位宽的。所以这辆 A Class Sedan 其实它是来取代 CLA 是吧？还是有 CLA？ CLA 还是有。还是。我们现在上山咯，这边有点斜的。一路在山。你可以没有哦。这个山比顶台还斜哦。现在我觉得这个有点重。对，因为有点重，主要是因为别人太重了。Whatever 啦，再开过不？讲开呀。这边的那边。调去 ，OK， 哦，高转 ，steering 变硬有没有？它的那个是让它的档位的转速会放在比较高，这样子，然后再配上我们这个气氛灯啊，换去红色，就是完美。这个气氛灯晚上哦，很有 clubbing 的 feel 的 ，clubbing feel 还会，还会自己换色的嘞。可以，然后你看它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七彩灯的 ，multi color， 你选了 multi color 哦，它每一个时间会变一个色。它好像有56还是64种颜色，很多种颜色可以换，任你挑选。等一下，你看那边，的话超美的。不过前面好像那边没有路哦，我们对的吧？有位置啦，来对地方吗？有位置，开箱开箱。这相机可以借那个什么的吗 ？Apple CarPlay 的，直接借 iPhone 就可以了。哦，可以哈。那我弄一下。Apple CarPlay。哦，这个玩意是 Apple CarPlay 的玩意。是，是啦 ，OK。我没有用过这个 feature 才买的，有了。OK 啊，有了。啊，有地图了啊。对啊，这手机是吗？上面转右 ，OK OK。还以为走错，我还是有点担心哎，上不上得去？感觉很，我觉得这个 exhaust 好像有不一样哎，好像比较好酷哦，比较 bass 感觉，踩大油箱啊，踩大油箱。我走路嘞。等一下。有没有看呢？前面走要转。稍微等下，你要学拖海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我的油门只是这样轻轻下一点，它就来了。哇，这个斜嘞！哇的，哇，这超斜，这超斜，我踩油啊！试一下啊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！超有力，这个有力，真的给。是前面这边吗？是啦，哎，到了是吧？到了，哎，到了，哎，有那个招牌，转进去。啊，对了，就是这个。到了！哇！哦耶！哦，这个冰，哎，那个红砖刚是我喜欢的那种风范，是工业风式的。工业风啊，这个真的是工业风。我是很喜欢这种。很累哦，我们很远啊，来到这里。嗯，这晚上不简单。OK， 现在我们要check in的，不要讲那种而已。check in。对，不要时间关系。我们现在已经拿了床，是吧？我们的房间名叫。拿了，好像你那个越南面的名字。我越南，老板，招，没有钱呐，没有钱。OK， 我去找一下，去看一下房间。我们住了拿到房，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，我已经拿好了拿到的钥匙。拿到是哪里的？越南还是？越南。哇，美嘞！哎，真的是工业风哎！哇，老喂，你看这样的环境，看到吗？我背后这个，哎呦，两张双人床，这个 William Choi 他自己睡一张，我跟那个谁睡一张喽哦。这是两个 Queen 啊，两个 King 啊。两个 King 啊，很大。哎，我喜欢他这种铁架哎。这个铁架，我看是他们自己做的。对，因为那是手工粗，手工粗啊！不要看他手工，可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啊 ，concept 是对的啊 ，concept 是很好，就是水泥色配木配黑的铁，然后再加上米色，所以这整个色系啊，以我们这种 designer 卖来说，它这种属于工业风。工业风啊，对，所以啊，不错啊。哇，我喜欢的。姐厉害啊！
灰色的这个窗帘，在背上我们这边落地窗。外面还可以喝下午茶，晚上这里一定超美的。晚上一定很多虫啊！